凤凰网实验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子。今天搭配思路就是我们的创意总监米咖喱2025的早春系列花呢子，然后配上我们里面的荷叶边的衬衫。对，米咖喱他很擅长于去设计一些珠宝或者配饰，那我觉得他是一个不受任何边界的一个设计师，他很喜欢突破。所以今天比如说我的这身搭配我很喜欢，外加我这个配饰也非常喜欢，我觉得都是很贴合今天的主题。这是我刚刚说的这一款 Viva Superstar 的包，然后它的 size 大小都有，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背你所喜欢的 size。 这次来因为是看完了听众的秀嘛，然后很轻松很自在，那上次的话更多的是要聚火炬，所以会有一些的紧张感吧。